这会儿东西现在警醒得很，我每回下水片刻便被察觉，不干掉他，我们没法出去。办法倒是有，这妖兽外皮虽阴，颈下却有一圈鳞片叫人，那从此处攻克？得手极难。此妖兽并非寻常凡物，乃是凶兽屠戮玄武。屠戮玄武？估计有此。 400年前，岐山曾现凶兽屠戮玄武作乱，龟蛇合体，形似玄武神兽，却事事生人。曾有修士结盟斩杀巫蛊，你我又皆有伤。那现在只能期望江城他们尽快搬到救兵了。